好，预备。还想逃？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OK， 跑出来，好，那开始呢？我们有三个方法，你可以获胜。嘿，记住哦，有三个方法。第一个，赶快抓到手套，然后呢，赶快跑回你的脚标，哦，这样就可以获胜。第二个，你可以故意等一下，不抓手套，等对方抓的时候抓他，就是你只要碰到他就好。就是我们这个脚标视为底线，你要赶快跑回去，你才会得分。哦，意思就是如果你抓到了，你在还没跑回去以前，你被碰到了，那这样就算输了。好难哦，超难的。还有第三个就是我假装碰手套，在我还没碰到手套以前，他抓到我，这样我也算赢哦。你算赢哦，我算赢了。我引诱他抓我，只要是没有手套的状态下，对方碰你的话都输。是，没错。好复杂。OK， 所以不要忘记，第一个抢手套，第二个抓人，第三个引诱他抓你。哦。OK， 那我跟教练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一开始教练就会说，预备，开始。啊！好玩哦。好。好有趣哦。算是有点斗志哎，好心机哦。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出来，我们教练跟你示范一次。好，那谁要支援？谁要支援？我要，怎样？人要支援？哎，游戏我，举手啊！你去，好，支脚。你好紧张，欢迎你好，你跟我去。我逃，我逃，都已经上场的兵。好，预备。想逃，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这什么招啊？好烂哦！眼睛在了。教练，他把教练不知所措哎，不是因为教练刚刚不敢，教练不知所措，然后他就所以这也是策略之一嘛。以前有一个低角度，而且他刚。